压力大爆煲，全何雁诗最后介绍。何雁诗同郑俊云呢段恋情经历过唔少风浪，女方以背负抢人未婚夫恶名，男方亦都被掟入雪柜，压力真系唔少。今日就有报道指郑俊云同何雁诗因为隐瞒公司，呃埋老板何哲涛公开认爱，而家二人更加升呢去到同居关系，令到公司极为震怒啊！据报，因为公司不时都会继续向二人施压，令到承认患有情绪病嘅何雁诗压力大爆煲。早前何雁诗就借酒消愁，最后更加戒手见红被送入院。消息指，事发嘅时候郑俊云都喺现场，并且急急送女友入医院治理之后，已经出院翻屋企休息了。